我们来看一下周五的美国股市，在美国公布十二月新增21.6万就业岗位超过预期的情况里头，三大指数分别上涨了0.07%、0.1%跟0.18%。一整周下来呢，还是担心整个2023年是不是在年末的时候涨过头，所以都进行了一定的修正。修正最大的是在 Nasdaq 的部分，大跌了3.25%，其他跌幅分别是0.59%、S&P 跌幅1.52%。本周的美元指数呢，继续上涨了1.06%。不过，美国的财政部长 Janet Yellen 说，他认为美国的经济应该已经实现了，而不是预测，已经实现了软着陆，不会有硬着陆。黄金期货仍然维持一盎司2000块钱以上，是20.498。本周小跌了1.06%。在比特币的部分很值得注意，本周呢仍然继续上涨了4.48%，今年以来它的涨幅很惊人，已经突破到了43,949元的一个价格。AI 概念股里头 ，NVIDIA 本周也是下修了0.86%， AMD 下修了5.99%， Microsoft 下跌了2.2%， Alphabet、 Google 下跌了2.51%。理由都只有一个，大家都认为前一阵子涨太多了，进行一定的修正。2023年以来，美国的 AI 概念股价里头 ，NVIDIA 大涨235.96%。AMD 大涨了113.96%， Microsoft 大涨了53.54%， Alphabet、 Google 大涨了54.84%。半导体的股价部分呢， Intel 下跌了6.69%，台积电 ADR 下跌了4.22%，Samsung 下跌了2.54%。在其他的科技股价的部分， Apple 本周大跌，这是一个很造成 Nasdaq 大跌一个非常大的一项因素，跌幅5.9%。因为大家认为说它新型的手机并没有太多特殊之处，也看不出它的突破，所以不太知道 Apple 将来的股价还有什么上涨的动能。目前它一股的价格是181.18，离当时它把它整个拆股126还是涨幅很高。 Amazon 下跌了4.41%， Meta 下跌了0.57%， Netflix 下跌了2.63%， Tesla 大跌了4.42%，应该输给了比亚迪，而比亚迪大跌了不算大跌，就跌幅3.44%。来看一下中国科技股价，阿里巴巴呢，从2023年至今跌幅16.93%，腾讯控股跌幅7.92%，而且还惊动了中国的高层，因为它颁布了一个规定，这个规定呢，对于一些人使用游戏软体进行了控制，因此相关的局长被要求下台。拼多多在去年则大涨79.68%，是整个中国概念股里头在国际股市里头表现最好的。值得注意的是能源的价格，能源价格呢虽然在冬天呢，但是仍然还是维持一定的涨幅，其中天然气涨幅最高是7.82%，纽约跟布兰特原油价格分别上涨3.01%跟2.23%。最值得注意的是红海所出现的，现在以哈战争在红海胡塞武装组织攻击当地，然后很多船呢因此就避开了红海地方，导致了航运指数在本周上涨了0.76%，这会增加了全世界货运通航航运过程中的成本，也可能会增加2024年的通货膨胀。待会回到文倩的世界财经周报。